去他的回撤点。Right here. Yeah. 这是什么？来照个相啊！来，那个照一下。来，从哪边找出来的？在他的外套里面。台中市警方呢，于月前呢，侦办一起毒品案。啊，本案是我们警方接获情资，也是有这个外籍人士在做这个毒品的这个贩卖啊。经过我们警方长期的搜证，并且报请台中地方警察署来做指挥侦办。我们查获这个相关的外籍人士呢，他是外籍工身份，他利用这个口香糖的包装里面来包装这个毒品，来企图掩人耳目，甚至来规避警方的查缉。所幸经过这个警方的这个侦办之后呢，发现现场查扣这个相关的安非他命总共有23包，全案来依照这个毒品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地方警察署来做侦办。